潮上面真的卖超多春联啊，然后还有红包跟那个农民历都有。重点是明年是虎年嘛，然后他就卖很多虎的服饰。迎接元旦新年后，农历新年即将来临。PJ 两人在印尼是如何过年呢？我们去了一趟市场采买年货，感受当地华人年节气氛，也回到家中做了一顿团圆饭，度过两人的年节时光。快快订阅 PJ 的频道，与各位分享两人的印尼过年趣味喽！现在来到的就是贾加达旧城区，它里面的 China Town。然后这里面呢有很多华人的元素，而且你看到我们后面这一栋呢，看起来像是一个宗教圣地，但实际上呢，它是一家 mall 新开的 mall。想要感受华人过节的氛围，来到雅加达潮浦准没错，各式各样的喜气大红商品沿街叫卖。它这一条上面真的卖超多春联啊，然后还有红包，重点是明年是虎年嘛，然后它就卖很多虎的服饰。它居然还有这种过年的糕点，有没有？除了中国城，也可以去一趟华人菜市场，透过味蕾捕获印尼的华人美食。它这个面分量非常的足，我跟你讲，一个人吃这一碗就饱了，甚至可以 1.5 个人吃。这个面条的口感有点像我们的意面，我觉得很像。它是细扁的面条，然后加上它的酱汁控制的刚好，控制的非常的爽快爽口。控制的非常爽快是什么意思？吃起来有爽快感。比较具体的形容就是像我们的比较清淡一点的卤肉饭，然后压成碗状倒扣过来，这样拌着吃是比较松散一点，但是它的香味都在，就是说它的这个鸡肉还有加上一些葱花，它的香味都集中在一口里面，当然是没有那么黏那么扎实，可是还是好吃。它要厚肥一点会比较多水，都比刚刚那个不厚不肥的。600-900，来一个好彩头，我的羊肉卤也要加一些。水饺呢，它原本就是一个元宝的意象，所以我们在过年期间包饺子、吃饺子，就要代表祝福来年呢招财进宝、财源滚滚来。这就是过年的意象。在印尼想包元宝，大白菜与绞肉取得容易，但要在印尼买到饺子皮可不容易，自己擀面又太辛苦，所幸印尼馄饨皮够厚，就拿来充当饺子皮。另外我们也做些萝卜糕，两者一块煎来吃，应景应景。
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这阵子呢，即将迈入农历新年，我们也应景穿上了红色衣服。因为在过年来讲呢，红色是非常吉利的象征。因为只有我们两个自己过年呢，所以我们准备的年菜比较简单。我们在过年的时候通常都会吃火锅，就准备了一个火锅要来过我们的年。幸运的，在这边还可以买到羊肉炉的锅底，所以我们就以这个为基底，然后依照我们的食量呢，准备了一些火锅料。至于糕点类这种甜点型的啊，在这边其实很幸运，因为有华人嘛，所以我们还是买得到一些跟我们很像的糕点哦。所以我们过年吃的，像这个是安菇桂，花桂也买得到。然后而且除了它原本这种黑糖口味的花桂啊，还可以买到这种斑斓叶口味的，还有这种就是像 rainbow 类型的这种千层的年糕，也是蛮特别的。我跟你讲，我第一个要吃的就是这羊肉炉。因为这是我们花钱买的，哪一个不是花钱买的？一定很好吃，很好吃哎！我真的觉得过年一定要吃个火锅才会有过年的感觉。我们已经加了很多菜进去，所以它那火锅除了羊肉炉原本的那个底蕴之外，它还加了这个玉米，还有大白菜跟青江菜的香味。我觉得印尼这边我们常吃的那些叶菜类都还算是很好找到，包括大白菜、高丽菜、青江菜等等。身体马上就暖起来了，而且因为它有加中药，所以有点那种什么四物汤的感觉。吃饺子，象征喜气，是不是？老元宝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它本身以前古人在包饺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它看起来很像元宝的那个形状。我这边的高丽菜其实比较硬，所以它的口感没有像我们的那么好吃，所以我选的是那种大白菜，就会保持它的脆度。试一下我们自制的菜刀柜，软 Q 度是非常不错的，而且这一次的确是那个萝卜丝都有完整的保留。好了，我要来吃我的安菇桂。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觉得很惊讶，就是居然买得到这个东西，一模一样，只是比较小的。它里面包的是椰丝。我还以为是菜包哎。对，有点像菜包的样子。它里面包的是椰丝，椰糖配椰丝这种口感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因为我们通常是包红豆泥或者是豆泥嘛。我还是比较想要从原味的花桂。我直接挑战从彩色的开始。我觉得很好吃哎，就 Q Q 的，很像我们的荤桂，味道是有点带咸的，所以它就是荤桂咸滴咸滴这样，没坏。它虽然是彩色的，但它口味只有一种，它并不是七彩的口味。啊，你的花桂怎样？我觉得花桂自己吃到的是那个黑糖会比较重，那这个的话没有太明显。他们的花桂口感比较像我们的鸡蛋糕，反而比较不像花桂那种 QQ 的，有没有？它比较像鸡蛋糕的口感，但是算是不难吃了。介绍完毕，也祝大家新年快乐啦！下一集我们带你到当地人家中做客，品尝主人精心特制的美食。欢迎订阅、按赞与分享，也感谢您这么做的知音们，用我们的视野带你领略印尼。我是 PJ 大侠，我们下次见。这个味道有像，我刚刚想起来，甜不辣，黑糖的。